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历届考题赏析。那么，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回归参数的信赖区间。这个题目是淡江金融的研究所的考题啊。这个里边的题目的内容是说，汽车厂为了要了解汽车的性能，抽了十辆车，用不同的速度下刹车，度量刹车后的滑行的距离。 这是滑行的距离，这是速度。那么他希望说，我们要去估，又做一个呃回归的直线，然后用一个 beta hat 来估计这个 beta 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。那么如果我们要估计这个 beta 的话呢，首先第一步当然就要把 beta hat 先算出来，而且还要把它相关的一些参数都要找到。 那么，首先把这些原始的资料，我们把它做成直的，然后相关的参数我们计算一下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先帮同学先计算在旁边，那同学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是我已经计算好的，各位同学请看啊，速度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，我把它写成 x，这是 x，这是 y，好看这个地方来说。 我把它改成直直的写法，这样的话呢，空间上来说比较容易。那么这是一个、x、Excel 的话呢，打出来的，我把它图抓过来的这个地方，我算出了 x 平方，x 的平方，三十是九百，四十是一千六，全部把它算出来之后，在最后一个总和，y 平方我也做了，y 平方这一点六，那就是二点五六。那同学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化。 那么我们还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是两个相乘的，三十乘上一点六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它做好了，因为的话呢，为了要去节约这个计算的时间，我们已经把它准备好了以后，现在我们再来直接写里面的内容的参数。好，那现在为了要去算这个 beta head，我们需要算的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算 sxx。 S, S X X 是怎么算的呢？它是 X 的平方的，就这个 X square 的平方在这边减掉 n X bar 的平方。好，那我现在先算出来，第一个这是多少？X squares 的总和是三八五零零，减掉 n。 请问这里有几笔资料呢？n 笔资料就是十，然后 x bar 是多少？x bar 我们这边算出来了，这边 x bar 是五十九，y bar 是四点零三。那么我们这边用的是五十九的平方，这是乘的啊。好，算出来结果是多少？哎，计算机的话呢要按一下，这个数字不算太麻烦。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。 三六九零。那么第二步，我们算 sxy 好了。sxy 的话，它的算法一样。这是总和这个地方，减掉 n 倍的 x bar y bar。那么这个地方，我把它的。 数字抓出来，x y 这边是多少呢？二六四九，那这边就写二六四九，减掉 n 是十，x bar 我们这边都算好了，一个是五十九，一个是四点零三，那么我们就写五十九四点零三，来算一下，这个也是计算机也不算很困难。 两百七十一点三，最后一个，我们只要把这三个东西算出来，其实题目几乎都可以完整的破解了。再来就是 y 平方减掉 n y bar 的平方。现在 y 平方这边的总和是一八三点六，填下去。 n 倍是十，y bar 是四点零三的平方，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我们计算一下，四点零三乘以四点零三乘上十，再跟一八三点六来减，减一下是二十一点一九一。好，算完了这一部分这些重要的参数之后，我们的 beta hat 就可以算出来了。beta hat 是什么呢？ 是我们这个回归直线的一个斜率的一个估计值。那么它的算法是，上面是 x y，下面是 x x。这个我们在前面我们有证明过，这个这是利用最小平方法算出来的。那这个是一个记忆法。好，算一下 x x y 是多少？x y 是二七一点三。 x x 呢，在上面三千六百九十，这个计算一下，我们算一下，答案是多少呢？答案是零点零七三五。好，算完了以后，现在我们要算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算的是。 它的 SST、SSR 跟 SSE 最重要的目的，我们已经算出了它的估计值了。我们还要算它的什么呢？它的变异数，就是所谓的标准差。那么，我们顺便把我们需要的公式都给各位同学呃列下来给你们看。我们的 SST 就是 total 的部分，就是 YY 的部分 SYY。YY, 那么，我们这个地方已经算好了。 二十一点一九一，那么 S S R 呢？这是回归的部分，回归的部分的算法，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。贝塔 hat 的平方再乘上 S X X，知道了这个以后，那么 S S E 就算出来了。贝塔 hat 的平方是零点零七三五。 的平方乘上 SXX 是三千六百九十，那么等于多少呢？哎，算出来等于十九点九三四，这我们算好了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 total 的部分等于它的总的差异哈，是等于 SSR 加 SSE。SS 那么 SSE 这个很重要，SSE 就是我们的呃误差。那么这个误差其实就是这两个相减，就是 SST 减掉 SSR，那么是多少呢？是二十一点一九一减掉十九点九三四，那么我们算一下是多少？ 一点二五七，1> 1. 算完了以后还不够，最重要的除了这个 SSE 之外，我们要算它的 MSE。MSE 是怎么算呢？这个均方的这一部分的话呢，其实就是 SSE 除以 n 减二，2所以这个地方是, M SE M SE 是方一点。 二五七去除以 n 减二，2, 这个地方有十笔资料除以八，于是我们算一下，一点二五七除以八是零点一五七。算完了这个资料之后，t 分配的方法写出来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检定的过程之中，这个统计量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。 我们用 t 减定，t 是等于什么？Beta hat 减掉 b 除以这个西格玛 b 啊，就是 MSE 除以 SXX，这就是我们要用到的西格玛 b 了啊。那我们没有关系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写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算的是信赖区间，信赖区间。 那么现这个 t 值是用的是哪一个呢？因为我们这边的呃 n 代表的是十，所以我们的自由度这个地方我们要扣二，所以它是呃自由度是八。现在先查一下表，我们要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，所以我们双尾的部分各自是零点零二五。来，我们查一下零点零二五，0. 0 25, 自由度是八是多少？ 二点三零六，好，我们的话呢就开始准备了，写答案了。所谓的信赖区间 （confidence interval） 是怎么写呢？是这个地方，我们这边乘过去贝塔 hat 再来加减贝塔 hat。一个是减掉 t，然后再过来乘上什么呢？乘上这个，这叫做。 它的标准差，右边的部分是 Beta hat 加上 t 乘上它的标准差，这是 m s 1除以 SXX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决定把它直接把数字带进去了。数字带进去，现在 Beta hat 是多少？ Beta h e a d 我们刚刚算出来是零点零七三五，这边就直接写了零点零七三五减掉我们的 t 值，t 值是二点三零六，再乘上什么呢？再乘上它的这个 m s 1这是零点一五七除以 sxx。 这个地方 sxx 是在三千六百九，这是我们的这个信赖区间的左半部，就是左边的下线，还有右边的下线就是加，很简单，这个地方来说不麻烦，零点零，就是其实就是照抄就是了。这边是改成是加，右边是加，这边左边是减，加上二点三零六，再乘上根号。 1> MS 一是零点一五七，这边 SXX 是三六九零，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。那么我们计算一下，零点零七三五这个地方、啊，零点一五七啊除一下，除三千六百九之后，再开一个平方根，再乘上二点三零六，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。 零点零一五，0. 0 15, 一个是零点零五，这也是零点零五一五，所以没有问题。一个是加，一个是减。那么我们算到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呃信赖区间。那么再来计算，一个是减，一个是加。那么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零点零五八五，这边是左边。 右边的部分是零点零八八五，这个也就是我们贝塔啊，就用用贝塔 hat 来估计贝塔的一个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九成五的把握，它的这个贝塔会落在这个范围之内。